时间越来越短了，剩下十二天，所以您要把握机会。因为有些的主力大户跟法人，他现在的布局、琢磨重心已经到年后了。玉堂，请上来。玉堂说，法人都这么做，我们当然要学他。所以呢，挑股票要精挑细选，技术面绝对要挑优的。请问条件都吻合，您挑谁？好，分别有富彩、浪凡、雷科、先进光跟台积电。嗯，好，我们先来看,看富彩的部分，因为第一个。 它是苹果 mini 类的最主要的供应商。那我们都知道，苹果已经扩大它的旗下的产品，像 NB，嗯，然后还有这个平板都用 mini 类。所以今年来看呢、哦、，EPS 预估乐观一点的法人呢、啊，都有估到六到七元。哇 <Wow>，所以说算是比去年来讲有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好，浪凡的优好，浪凡主要是。 浪 Live 的一个直播平台，也是国内唯一有挂牌的公司。哦、那还未来它会结合旗下的这些网红直播主，然后跨入到 NFT 的一个推出。嗯、而且它去年前三季获利不错，前三季就赚了将近快三块五元左右。嗯、所以原则上，我们从技术面再去做观察，它是属于均线翻扬的，这是复彩的部分。第一个，它可以沿着五日线操作，因为它形态比较长。那浪房的技术面，它是属于突破长红 K，、哦、原则上是可以去做一个买进。扫描两档看一下操作。好，我們来看这副彩。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均线整理很久，然后去做反扬，嗯、然后法人这几天我突然毛起来的一个买量也增了，然后这是头信，我们再看一个外资，外资是买更多，<哇>外资的一个部分全部都站在买方。报告哦，今天是土洋同买超，而且头信买超第二名哎。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法人会最近去买的话，嗯、应该就是着眼于应该封关前的红包股。啊、我们常讲红包股，对，年后的题材啦。对对对，就就是有这样的味道。OK, 那当然，因为它。 呃，一二三零六红了，哦哦哦哦短线涨比较多，但长线不多。那我会建议投资人就是沿着五日均线做。周线呢，八六点四，稍微拉过来一点点再来买进，对不对？好，第二档是。浪板的一个部分，做这直播的，因为它是属于突破过去的一根。哦哦哦 整理平台，您刚刚讲的嘛，你看平台整理下去，一根红 K 棒出量突围哦。对，那因为它因为本一笔还不算高，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在游戏啊、嗯、宅经济的部分，刚、嗯、好,好是寒假嘛，欸、应该也有这样的题材加持。而且呢，小朋友现在都在看直播了，哦、對没有错。好，后面的三档来。好，雷科，它的镭射的一个切割设备是打入到第三代半导体。那去年十二个月十二月营收是创四十个月高，嗯、那原上它是属于精确的多反排列。嗯 那回测月线，我就应该可以去留意。多方排列与一堂交过了，就是短、天期均线由上往下这样排下来叫做多方排列。周线、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叫多方排列，那就意味着股票是一直走上升格局的。好，先进光。好，先进光。 车用镜头在今年传闻有机会拿到特斯拉订单，哦、那它在去年十二月营收是创史高，嗯、那股价其实未接不算高，因为它最近是回撤年线，嗯、那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低阶的一个策略。台积电，台积电晶元代工的涨价，再加上礼拜是法说利多的期待，嗯、然后也是配合去年十二月营收创史高。 均线是翻扬的，<哇>刚有谈到，对十日均线，我觉得它是可以留意的一个买点。所以台积电拉回到十日线再来买就对了。对买零股也是这样吗？买零股，我觉得分批，分批因为零股的话，你可以更平均价格的话，哦哦我觉得有五日线做回测也都可以做承接。好，三档来检查哈、哦，从雷科来。好，我们看一下雷科，也是均线从去年十二月翻扬那差不多在最近回测到月线的一个上升轨道线没有跌破，嗯，那我会觉得量缩回测的话。 整个趋势刚成型，<Okay. S 2> 应该是还有高点。你看均线多头排列，十日、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好，<对>好，再来下一个是。前进光的一个部分，因为十二月营收创史高，那刚好股价。 前一波突破再创高，回撤到这一波的重要支撑区，嗯、那我会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阶的策略。半年线哈，大概是七四点三九。对，台积电来找一下操作应对啦，因为我们呢那个零股啦，定期定额零股买超第一名是台积电啦、啊，好多小资族小白都在琢磨这一档。那您告诉十日线是这边、啊，对，十日线这边，但今天可能比较好的买点，投资人会觉得啊，那我错过了，我明天怎么办？嗯、<哼>那我的。 策略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是用定期定额买进的话，其实如果它在五日均线附近左右，哦，就是说不要有太大的正乖理。像这两天我就不建议买。OK。对对，因为大型股你不用去追高。正乖理就均线在这，它股价太远了。对对，太远了。你看它一定会，它一定会稍微休息，给你买。那我觉得刚好现阶段在法收会前，我会建议是法收会前先压吧，哦。因为如果说如果我们预期法收会如果是出是乐观的讯息的话，可能法收会过后。 又一波买盘做推进，对嘛？刚上期段玉堂就说了，台积电会有法说会行情，对,对不对？而且呢，法说会比想象当中来的乐观，外资买盘的力道就会更猛了。因此呢，如果定期定额固定的买零股五千块、一万块这样去买它的零股的，就照做咯。对，差不多明后两天。 都可以进场。OK OK，<對>就照原来的步骤。照原来的步骤，明后两天再多一点点。积极一点的，我觉得可能你还可以加大一一点扣款的金额。比如说我原来是扣三千，对，那你可能提高到五千、五千或六千，因为刚好好说会钱嘛，哦、那你可以更积极一点。 押保它的法说行情就多扣一点钱。哎、欸，因为我是定期定额，每是扣三千。如果法说会押保了，真的有法说行情，那多出来的三千块的零股，有些的零股可不可以赚个价差？对对对对，就是赚那个价差。对，所以我说你可以这几天先加码<對>扣一点。啊，法说会如果真的如预期你的策操作策略的话，<好>那有开高，短线有价差，嗯、你可以先跑一趟。其实这个零股哈，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操作它了。如果你买台积电，现在一百股大概是六万四千三百块了，然后六。 四三乘上一百股嘛，好，感谢玉堂非常谢谢您了，来请回座。 因此呢，十二天机会满满是，端看您要挑对方向操作，也要拿捏住该有的应对了。不过刚,刚玉堂在讲，有些公司呢十二月份营收创新高，股价就反映了。今天一月十号，上市位公司全部都要揭露去年十二月份的营收报告，圣杰挺上来，到底十二月份营收直优的产业跟好公司有哪几个归类呀、啊？对我们想说、啊，二零二二第一个成绩单就是去年十二月成绩。 最重要是，你看史高总共有一百零五家好，好多哦,哦。大家知道吗？事实上，上市加上柜大概总共一千五百家股票。嗯。嗯那一百零五家代表大概六个 percent 到七个 percent，创了历史新高，嗯、代表台湾的产业真的不错。将近一成了。是的。對啊、再来营收双十，就是月增也十个 percent 以上，年增也十个 percent，也有一百三十六家。这么好哦。对。 也营收双十，呃，月增就是跟上个月比较，跟十一月份做比较，是年增呢，就是跟二零二零的十二月份做比较，没错<錯>，它都能够成长十 percent 以上哦。对的，哇，那很厉害耶。也有一百三十六家哦，将<哇>近大概九趴，<是>所以这个是一个优于预期的成绩单。嗯，那我们就把这些公司啊，把它摊开来看，到底什么产业最好？我们发现。 第一个好的叫半导体，果然，而且它是从上游好到下游，那这个很重要，不含是最上游的 IC 设计，是是再来 I <嘿>、哎、我们讲说啊，嗯、这些设备厂，嗯，业绩也都非常好，嗯、对，然后晶圆代工没有话讲，台积电联电的业绩非常棒。 封测日月光也非常好，对，这叫上上游到下游。你看哦，我画了设计图之后，台积电、晶圆代工要先跟艾斯摩尔买设备，艾斯摩尔还有跟我们国内一些大厂买一些的模组放在设备当中哦。之前听过前线都知道，然后呢，做好了晶片你要放在板子上啊进行封测，所以呢上中下游全南瓜了。对，大家就问为什么？其实最近这两年 AIOT。 智慧物联网真的很夯，嗯、那半导体就是最大的受惠者，甚至云端运算加五 G <Okay. S 1> 都是推动半导体夯的原因。嗯，第二个大主轴电动车，那其实电动车在台湾事场上组装的还没有，但是在电源管理这一块，其实台湾有吃到一些商机所在，包括了电源管理晶片啦，<是>或者是充电桩那些，没错<錯>。Oh, <okay. S 1> 那其实这个主因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哦、喔，二零二一年就是去年。 电动车大概有六百万辆，那你说六百万辆很多，但是它成长多少？九十一个 percent，嗯，比上二零二零是成长九十一发哦，快一倍。对，所以代表那未来其实大家看的更好。那其中里面。 中国大陆还年增率一百三十四个不胜，嗯、所以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是如火如荼的展开。嗯、中国现在的电动车呢，总销量跟市占率世界第一名，不用怀疑，因为十四亿人口，大家狂买他们自己的电动车，市占就世界第一了。没错<錯>。好，营收好的三大条件怎么挑？好，第一个我刚刚就提到要站在浪头产业，所以你最好挑什么？ 要么你就半导体嘛，刚刚提到，要么跟电动车，最后再加一个五 G。嗯，我觉得你要挑的话，就从里面挑它最好的股票。浪头产业就是呢，该产业依旧趋势向上，是，现在还在往上爬，叫浪头。三大类哦，好，第二个。好，营收双十，刚刚瑞涵讲过，月增年间十个 percent 以上，但是我们说更严格的标准，有时候我们还找二十趴，甚至三十趴以上。 待会后面的大概都是二十趴以上你有找到、哦？有找到，赞啊！那第三条，第三个营收，我们刚刚讲说历史新高很棒，但你会发现很多公司是每个月在创历史新高，它连创五个月，哇！这种股价不见得会喷出去，但是有一种股票，它营收在去年十二月份。 刚刚第一次创历史新高的这一种，它可能股价爆发力比较强、嗯。我懂了，每次月考都考第一名，你考第一名也没什么稀奇的。平常呢都是呢十名之后的，突然间跳到第一名，这个才是重要。没错<錯>。所以呢三大条件来清掉，圣杰帮您抓出了我和三条件的五档标的哦。好，我们先看哦八一三八的金星。 其他符合什么双十，其他都各二十趴以上啊，而且它营收创高，它是创刚刚十二月创了去年的一个新高。OK OK，那再来你说它到底有什么业绩期待？其实它在电池模组这一块，包含是比亚迪跟宁德时代，这个都是大陆两家电动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它是电源管理。 以前他是做 p g b 版的，但是他现在介入电源管理这一块，我觉得他今年应该看起来是相当不错。所以这两家都是他的大客户喽。没错<錯>，这个是做电池，全世界电池第一大。是，这是电动车哦。没错<錯>，他的大客户。好，第二家。好，自贸。那其实自贸它是一个设备厂，它营收也是双十，而且营收十二月份营收创了去年的新高。重点来了，它其实设备哪方面的设备呢？电动车、半导体还有五 G 设备。 刚好这三块它都有，难怪外资啊买不停，是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它都有跨足嘛？是。双十呢，就去年十二月份的营收跟哦、呃，这个月增啊年增啊超过一成或两成的<对>第三档。好，星云它是营收怎么样？首创历史新高就来了嘛，就过去没有创，它突然创历史新高。重点来了，它是设备厂，而且在半导体设备。半导体设备，再生晶元产能今年会来到一个月四十万片。 刚好产能开出来，所以二零二二年是有期待的。嗯、所以新余哦，这个再生资源就是那一片的。 细金圆片，对金圆片，台积电把这一片买去之后呢，再去做这一小格一小格的晶源制造代工的晶片，没错<錯>，是这样。哎、欸，那这个一个月四十万片的产能算是高的喽？算是高的。哦、它今年、去年大概是二十万片，它明年的产能做一个倍增，double、嗯、耶！是车王店。好，车王店，它重点是月增率很高，在创了历史新高的格局。嗯、那其他最主要条电动巴士，二零二二年的量产可以达一千七百七百辆。 一千七百辆，一千七百辆电动巴士、哦，电动巴士。Oh, <okay. S 2> 那最后我的一个嘉里大龙，那它营收也是首创历史新高。那其实它是有三千辆的货车，再加上电商，特别还有一个冷藏的物流，所以其实看起来它在二六类，我觉得还算不错。跟您报告，这种就是。 讲白话就是载货的货车在路边这样跑，没错 <錯 S>。你就看那个像全家啦、Family 啦，或者是大卖场，不是都会有那种货车载货进来嘛？对，这种你看三千多辆的货车呢，电商啦，还有冷冻食品啦，我们从金星开始扫个 K 来。好，金星的重点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时间马上放长一点，它这一段有拉回。 而且拉回刚好回撤颈线的位置，OK，那这个通常来到季线又是颈线位置，都是一个另外一个买点的浮现。颈线六十块钱有手继续往上，再来自贸。好，自贸的格局它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底部完成的出量的格局，六个月的大底诶没错，而且重点是这边叫外资嘛，嗯，外资就要买不停啦、啊。 从去年十二月份买到今年一月份，okay, okay 我觉得他应该买他的一个未来啊。您看，而且创高，刚刚玉堂也讲了，买那种均线揪麻花往上开花，对不对？是的。好，再来三，第三档是星云，星云今天涨停板哦。对，今天涨停板。哎、<呦>哦，那重点是它先拉一波，这里有回撤十日线，嗯嗯、而且你看最下面放的是外资是买多卖少，嗯嗯、那今天刚好它业绩又创立史新高，所以股价。 以收盘价来讲，刚好又创了新高。今天外资也买它喽，它今天是涨停板，十日是一零一的价格。车王店，好，车王店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它也是一个大底的格局往上弹升，但你看它今天收盘是不是又过高？是。我们之前教一个专题叫做红 K 嘛，隔天哎、欸，其他这个又站上去了，嗯、<哼>那你再看。 下面是外资，是不是连三买？没错<錯>，大量换手成功。来，我们把它弄短一点点。圣杰之前教过，如果你每一集都有看的话，他说呢，这个可 k 很丑，因为开。 高收低，隔天如果有本事，这个开盘比前一天的收盘来的高，而且竟然收盘当天的收盘哦，能够越过把红把黑整个都吃掉，这叫阳包阴，红吃黑，这叫高度换手成功，多头力道再起。 没错，没错哈，而且是哦，还有点点量，反而還站在买方的。家里大荣好，家里大荣大概是在传产股里面算强势的，今天也涨停板。对它也是，你看它的线型会说话，<哇>这里打了一个底部形态之后，嗯、连续放量，而且外资站在买方。OK，、嗯、好像大家都知道它业绩很好、欸。那我问您哦，是看到这个路上走的家里大荣，现在平台整理过后发动，对，二零二一去年涨什么？ 涨货柜，涨海的，涨完之后涨天上飞的航空，现在在路上走的。 或应该说陆运喽，陆运是不是这样子？货运没错。现在二零二二轮到这一波，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是二零二一，他是二零二一，他是二零二二上半段的主角。对，了了，感谢盛姐，非常谢谢您了。清掉之后，原来资金还是在运输类开始轮动。二零二一的去年从海到空，到现在陆了，营收。 完全表现，你看股价就在说话了。这广告回到香港之后，那我们的经济也准备要说话了嘛？今年二零二二，台湾的经济，我觉得两把火烧的可旺了。一个是数位发展部成立，但什么叫做数位发展部？政府成立这一个的用意呢？第二个，台湾的三大投资方案延长三年。哎呦，爱的选项是不是我们现在大力在推的呢？让梦到说清楚。